这又来了一套嘛，又一套，什么贵的防微呀，烫手啊。哎呀，这个猪肺好啊，他们都说猪肺卖是猪肺的，人家林区这边猪肺卖的最好。不信你们过来尝尝啊，他家做的猪肺确实好吃，而且卖的价格和那个猪大肠是一个价格啊，猪肝、猪头肉都是30块钱一斤。不不，你行吧，我行。往里边去吧。不行，这不这边啥也干啥俩不差。给你看，130块钱了。就是那个螃蟹。嗯，好的，管。这边吧。你走多少下火？管呢？这弄个30个40这种东西，这弄一些，大龟不就这个？我都得把它，那这不是刚烂的，你那个我这不刚熟的，我炒了，我炒了，你那个非常的，就那的，啊，头管，哎，放在这儿吧，那你放在这儿嘛，你怎么难为呢？你切开，切开，切开，这个六八瓣，哎，我这个，哎，你给我切开，你别弄鞋了，我就搞了个手指吧，你拿碗，你要我也不行，你放多少钱了？不不不，没收啊，你快点看了，快拿着，给我点看了，这这是八十。啊，他是他冰的，一天冰的。哎，别，你就挂在脚上了。你这东西这套挂的。嗯。科技优卡60元。就这些肉了。就这些了。哎，买完就收摊了。买完收摊了。那你这个生意做得好哈，一干一上午，下午休息。对。很惬意。下午玩。嗯。我多少家伙？哎呦，我感觉啊，三块钱，那还是不钱的啊！一斤一个，那人家吃的啊，吃不住惯了。看下墙，你这墙回来了，别说墙。我这根儿，我就帮忙弄点就差不多了，你别当事啊。要钱吧？不用钱，不用钱，要钱两斤都会吃。那费不要了，兜里得好啊，兜里这样空着没？这是五，差了5分钱。来点儿。找找烟呢？啊，中啊！啊，你说这么简单就当讲，我拿快，一会儿再吃吧。走，再来点啥？不用钱了吧？一会儿我得搞自己吃吧。不要钱，我你这是光顶着根儿吧？光着根儿。哎，长大了你。一块根儿，一根大好吃，我给你。不，不要，就这弄顶根儿吧。六八瓣，往这家边吃了去。50块钱了，大三包，大点份。我不用付钱，你这就光顶着，我不行了，我就放着吃。嗯，我这我就打你这鞭子，打回来。哎，你把这打的我不用了，就我自个儿，你说得不？这真好吃，我就打回去了，我找你尝尝了。哦，我不用，你这这手里刚好吃。我挣了块五，我是。那你拿不了这个锅，我就要你卡成两个了，你是吧？哎呀，我这，他这个木杆别给。那得是，哎。